你，小五好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小五好，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和你家人都好吗？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好。现在你还是学生吗？是的，我是马来国语大学的学生。你在哪里念书，很高兴吗？对呀，我很高兴在那里学习。我有一个新朋友，他的名字叫阿基拉。哇，我可以认识他吗？可以呀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他。安妮斯你好，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？阿迪拉你好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训练营，因为我要去参加篮球比赛。哦，你在西朗哦，我们能见面吗？可以，阿妮斯啊，大学生。他是我的好朋友艾达，艾达认识阿弟了，我的新朋友。艾达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可以和你们见面吗？可可以。以。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5月26号星期六，你们有空吗？对不起，那一天我要去医院。那里有人，里有人呢？你们有时间吗？你请我也空。我也是。好的，我们在哪里见面？我们去弟弟王舍高原跑步好吗？对不起，我要去三里购物中心。那我们晚上几点在三位购物中心见面？好的，再见。哇，镇江购物中心有很多人。是啊，很多人喜欢来这里买东西。艾达在哪里？他到了吗？安妮、阿蒂拉，你们好。艾达你好，来吧，我请你们吃饭。好好的。的。艾达，他是阿蒂拉，他是我马来国语大学的朋友。哦，嗨，阿迪拉，我叫艾达娜比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嗨，艾达，我叫阿迪拉沙希达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几岁了？我21岁了，你呢？我也21岁了，我和安妮住在这兰啊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北汉，你的家有几个人？我的家有10个人，你呢？我的家有6个人，你的家有什么人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一个弟弟和我，你呢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一个姐姐、2个哥哥，还有我。阿蒂拉，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？在哪里工作？我的爸爸是警察，他在北京警察局工作。艾达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是医生，他们在同一家医院工作。对呀，安妮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在吉隆坡医院工作。阿迪拉，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在家看电影，你呢？我喜欢在家跳舞、听歌和唱歌。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好吗？好啊，看了电影，我们去唱卡拉 OK。OK。好的。我忘了，今天是5月6日，今天是艾达的生日。艾达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阿迪拉，谢谢阿尼斯。哦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的生日是5月23日。明天我们要不要一起运动？
对不起，明天我和姐姐要去 AEON 购物中心买东西。爱达尼呢？好啊，我们几点就？早上七点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今天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。我们也是。我们结婚的。结婚吗吧？阿迪拉，你的手机号码几号？我的手机号码是020-925-975-45。你呢？哦，我的手机号码是018-302-4714。我的爸爸来了，我要走了。再见，再见。